意大利国际曼城认证，我没听过，但我最喜欢吃意大利面跟披萨。意大利国际曼城有竞走比赛吗？我是竞走选手，竞走只能快不能慢，不然就输了啦。哎，有瓜牛哎。这一集 COCOCO 到你家，即将前往台湾第一个成为意大利曼城认证的城市凤林，跟着贪吃鬼李佩轩、竞走甜心张娜丽一起体验曼城生活。好了，走吧。凤林镇是一座曼城，所以凡事都要慢慢慢来。你在干嘛？我们在曼城，这是曼城，就是要慢慢的过程，但也不需要那么慢啊。我们等一下要去采收黄豆，你们再不快一点的话，连毛豆都吃不到哦。啊，吃不到了，那赶快啊！走走走走走走。一下火车，沿途可以看到客家的染布工坊、日式的烟楼，还有农夫在田里工作。阿哲跟我们说，这里人口不到一万人。但住了客家人、闽南人，还有原住民，是一个不同族群融合的社区。这是我们自己种的黄豆，然后每到三月的时候就会播种。那现在我们一起下去采收。好啊，佩轩，快一点啊！快一点。那你们知道黄豆跟毛豆的差别吗？哦，简单啊，就是一颗黄的，一颗绿的啊。一个名字里面有毛，一个名字里面有黄啊！乱说一通。像这种哦，就是毛豆，毛豆就是黄豆还年轻的时候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餐厅吃开胃菜吗？像是那些有加盐巴、胡椒的那个。嗯，没错。哦，是可以呢。那黄豆嘞？从毛豆到黄豆完全成熟，差不多要大约两个星期左右。那如果从小苗到完全成熟的黄豆的话，要差不多120天。哦，那黄豆要怎么拔呢？就是要连根拔起。你们仔细看哦，就是从它的底部，哇，这样拔，就这么简单哦。对啊，好，那我拔，看这株。好，换你拔。哇，好。平常我吃的黄豆都是进口的，阿哲他们吃的黄豆是自己种的。他跟我们说，学校还有免费的豆奶可以喝，我也好想喝。那你们学校为什么要教你们种黄豆啊？因为我们学校想让我们体验农人的辛苦，还有推广我们凤林的特产。哦，等一下啊，这要怎么推广啊？可以做成豆奶，还有其他很多的豆制品啊。可以，只不过你们要赶快采完哦。这样可以了吗？看来五株可以做成一瓶豆奶。那我们赶快去喝豆奶吧。好，走走。哦，刚刚采豆真的好热哦，不过很好玩呢。校长好。他是校长哦。校长好。这个也是你们校长哦？对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这边有校长村之称了。哦。哎，校长好！哦，那是我家隔壁的阿公啦。我看我说什么，在路上就可以遇到校长，他又在吃谁眼片？校长好！哎，阿哲，这个又是校长哦。对啊，不要再骗我了，你刚才说什么路上都是校长，结果呢，才不会上你当。这个我要替阿哲。那个证明哦，我真的是北林国小校长，你真是校长，我是阿哲的校长哦，校长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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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想到凤林镇才10000人不到，却培育出120多位校长，有校长的故乡称号呢。那我搬来这里住，会不会变成校长啊？辛苦，好嘎啦！这豆奶好好喝哦。对。不过凉凉的话会更好。你们在干嘛？天气那么热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溯溪啊？我家后面就是北清水溪，你们要不要快点跟我来啊？好啊，好啊，走走走。
走，等等等我。你那这个豆奶我们一起拿走。好，赶快拿走。好，再见。我觉得慢城慢活呢，就是发展我们当地的特色，像是一些食物啊，还有风景等等。我觉得我们自己努力做过的东西最好吃。而且那个慢城的慢，不是像我这样慢动作的慢，是那种慢工出细活，慢慢长大，然后才会有这么好喝的豆奶。我觉得今天体验到的就是他们很爱心关怀的自己家乡，不会那么推崇说一些进口的水果啊蔬菜，就是要让本土发扬光大的一种概念。等一下，你刚才不是讲到进口吗？可是你是美国人哎。哎呀，人嘛，不要在于这些小细节啦。走快点！好啦，你又跟不上。快点！哦，有耶！好漂亮哦！哇，好大一池！快点！好清澈哦！快点，我们就是跑比赛，可是千万不要知道人。两票哎！啊！我不会打哎！我也不会打哎！哦，好厉害！你是怎么丢的？教我。就是先找一颗扁平的石头，然后一只手放在那边，好，那这样丢出去的时候，那个才会旋转，丢出去。好，就是要平平的，比较要蹲低。哇，三挑哎，好厉害哟！练很久，这是我从小时候就开始练。好。哇，好厉害呀，有三天哎！好了，佩萱，你已经晒很久了，天气好热哦，不然我们下去玩水吧。耶，玩水喽！呜，啊，我裤子会湿怎么办？啊，没关系，不管了。看，刚刚鱼友来吃我的脚哎，好痒哦，太痒了，太多汁了。快点，不要去踩那个草了。欸，他们要去哪里呀？知道哎，算了，不管啊。好，不管了。你就继续玩。你好，想看我后面有一只，后面有一只。我来跟你们玩这个。啊？这是什么玩？这是银河欢。然后。怎么玩呢？来。温轩说，北清水溪就在他家后面，放学没事就会来到这里。除了玩水之外，温轩跟阿哲以及这里的孩子都会用植物来玩游戏。是变成这样子，那假如我决定是三的倍数，会变成是这样子，一二三，三这里会把它拔掉，哦好，然后这样子，这个会把它被拔掉这样，然后我们先来玩一次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剪什么？三，为什么要针对我？正是，然后是这样。拜拜。所以会有惩罚吗？会。啊！被最赢的那个人泼水三下。被最赢的泼水三下，这边水很冰哎。哇！还是要刮，因为天气很热嘛，要消暑。然后这样，一二三，那里你赢了。Yes。哎，佩萱，请就被泼位置。我惨了。为什么是他不是阿哲？虽然我还是不明白这个游戏要怎么玩，但在溪边玩水真的好爽快哦！我刚才输了还被惩罚，哎，有没有其他游戏？我一定要赢回来！有，什么游戏？但是我忘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是我知道有一位老师非常的厉害，他是传说的吴永斌老师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清水溪哈，这里你看河里面的溪里面的鱼多不多？那我这样观测哈，大概里面大概有五六种的鱼哦。哇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大部分都来溪边看水中的萤火虫。你们有看过水中的萤火虫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记得是一种藻类吗？
哦，不是，它是那个苦花蚁在水里面，在那个石头上面，是不是有那个青苔？那它在觅食的时候，它会把身体翻转，翻转的鳞片是不是会反光？哎，就亮亮的，我们就形容叫水中的萤火虫。哎，刚刚那个翻转，哎是。啊，你们看到有一些是粘在石头上面在吃藻类的，那个叫秃头鲨，那个有带横斑纹的那个就是台湾石斑。对，它比较有石斑吗？有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这里比较大型的哈，那个比较灰的那个叫做苦花鱼。哦。啊，也有另外一个是西哥鱼哦。哦，看一下，其实它的种类很多，然后你看那鱼在那悠游哦，你看起来心情就会很舒服哦。老师，那为什么这一条溪叫北清水溪呀？好，那一般哈，我们会看到一山里面的溪流，如果是流出来的水非常的清澈哈，那我们一般的汉人都会取名叫做清水溪，因为水很干净嘛。那这条溪呢，刚好地处在我们花莲的中区的北侧，我们叫做北清水溪。哦，是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看的它的集水区有没有？你看整个山林植群都保护得很好，然后上面也没有任何的农事的行为哈。那再加上它的地质像都是一些灰色片岩啊、大南澳片岩啊，然后它滤过的水呢就特别的干净。哦，刚才教你们的那个只是雕虫小技而已，老师会的可多了呢。走，我们请老师带我们一起去。好，老师，赶快带我们去。好的，走，出发。走。前面这里中热这边呢，往中热的地方两片的叶子，慢慢的从两边撕大概三五公分的地方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呢，架在你的肩膀上，用你的拇指跟食指抓住这一片叶子，有一点九十度哦。然后左手的食指跟中指绕进去，中指有时候是可以调整蛋轨的，那食指是最重要，食指是它的眉穴哦。你往这边，你的右手垂直往下拉，这个箭会受到导引的作用，就会射出去哦。来看一次哈，一定要很放心、很有信心的，就这样把它拉出去。哇 ，Lucky 去捡一只鱼，从那边到了，有没有？今天的午餐来的，好不好？厉害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一般的在城市的加州，我们附近都是高楼大厦、便利商店或者捷运，可是在这里他们家后面居然是山，居然是溪水，我觉得很特别。早起做马吉，哪有人这么早做马吉的啦？阿妈，我们今天要跟你们一起学马吉。是哦，那昨天晚上怎么没有来洗米呢？我们早上就开始已经磨米浆了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帮什么忙？姐，你先试试看看，好，不要装那么多。好，第一次，好，他先把米推进去。好，这样慢慢倒下去。倒进去。就倒进去。就这样倒。整个倒，哦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要学哦，以后才要轮到你们做。喂，要不要用用看？要怎么用？它是摇米，摇起来，放在那个斗里面，摇摇，让它到中间来。嗯，好这样。啊，对，不会掉下去就好。好想睡哦。好，然后倒进去，你不要睡着，眼睛不要眯眯哦。可是眼睛太小了。好了，不要眯眯哦。好了。好。原来凤林镇有一个大活动，叫做百鬼夜行，已经办了八年了。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就会涌进好几百人到这里参加游行，看表演、吃饭桌。这里的阿公阿嬷很好客，说要做客家马吉招待大家。看来我又有得吃了。好，小朋友来。好。要做马吉咯。早上你们，我们不是在磨那米浆吗？就是这个。对，所以现在已经压干了。那个阿婆示范给你看哈。好。先压一下，两只手先示范，四个角落往里面压，往里面稍微集中，给它压里面成了，不要给它松掉哦，不要太大力。好，我现在切好的，你要赶快捏哈，捏好等一下我们拿去煮哦。嗯，好。好。
要做很多。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的马吉啊？因为啊，百鬼夜行会有很多人会来参加，然后做一点点不够，要做很多很多。哦，啊，所以很多马吉是多多啊。我们会一直切，一直切，一直切，切到像是客人吃不下了，就不会继续再切。哦，这样子做很多，我又得吃了。嘿嘿嘿，你好漂亮。这个 sexy， 他自己说马吉很漂亮，这个我说 sexy， 跟马吉 sexy， 用 beautiful 太逊色了。快点哦！哎呀，煮喽，要整形整好哦。好来，我们现在拿过来了。好，现在水开了啊。慢慢的放下去。哦。有没有？用丢的会溅水花吧？丢的会溅水花，这个很烫，会烫到人。哇！时间都可以吃了吗？还没，没有那么简单。还要搅拌。等一下还要搅拌。我刚才做的太认真了。对，我刚才做的太认真，所以我等一下应该要多吃一点。叫做努力的成果。这个拿起来有没有？它会断，它就不会断。就是完全好的。哇！耶！终于可以吃了。哇！收进来，只顾着吃，还要把它放凉了。它旁边的来，它吃鬼佩轩。嘴巴了，不，你手不要拿。哦哦哦！修修修修修修修！哦，好 Q 哦！真的哦！嗯，不会啦，不会。还是满足到了一点了啦。好，我要来吃了。哎，你们不是小贵宾，不行吃。为了迎接晚上的百鬼文化宴，大家都忙翻了，准备表演、指挥交通，还有敲锣打鼓、切菜煮菜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半桌耶。虽然说晚点都要吃半桌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可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晚餐啦。天底下没有白吃的晚餐，所以想要在吃半桌之前，请你们帮一点忙。因为半桌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装饰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铺桌布。好。图案要面对舞台，所以我们要人头朝自己，把它这样对转过来。然后这边铺一下，这样，再把它折进去，再拿这个瓜牛灯放在正中间，然后，可是为什么要是瓜牛啊？因为凤林是我们台湾第一座国际认证的曼城，然后瓜牛又是我们曼城的代表物，所以才用瓜牛。所以我们要喝曼城。调整蜗牛灯，也不用倒很慢啊，对，就是细心就好，就好就好。那我们下一桌吧。好。好。阿哲，他打开了桌布，有点歪掉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弄好这边吧。游行感觉是年轻人的活动，但是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游行队伍里好多阿公阿婆拄着拐杖，坐着电动轮椅，也跟游客一样玩得很开心耶。主题是土地上的人们，那我们希望各位有机会来到凤林北林社区，可以认识这一块土地上各个族群曾经在这边挣扎跟奋斗的人们哈。是哦，那你有看过吗？第一次看过这种的。对，因为
为我们其实百鬼夜行办了七年了，那我们希望可以用第八年有一个新的转换。那其实我们就检讨说，其实我们七年虽然办得很风光，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让来这边的人更认识凤梨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跟清华大学的光武社合作，然后把我们那个这边的文化历史故事，在土地上里面的挣扎，都可以透过这个舞姿来表演出来。哦，我要吃。好吃，很香很香。上菜，百鬼宴上菜。来，欢迎我们北营的小朋友们，为我们带来我们的大会操。站在中间那位小女生哦，也是我们大爱电视台哦小主播哦，各位看一下哦。掌声鼓励！你们练多久啊？一个礼拜，练到这样哩哩啦啦。其实我跟你讲哦，鬼舞哦就是要跳哩哩啦啦，如果跳得太整齐，那就不叫鬼舞。各位，用这种心态来看鬼舞哦，你们就100分了。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，谢谢他们，好不好？阿公好，阿公好。好不好玩啊？好玩。啊，你们现在是小鬼了哈。对。吃好饱，好饱，先好吃啊，好饱，想休息一下呢。我觉得凤林这座曼城，虽然说人比较少，然后可是我认识很多人，每个人对其他人都像家人一样照顾。我觉得今天板凳上面跟一般在家里面很不一样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出去买一个便当回家自己吃，可是在这里我们在板凳上面都会互相聊天啊，像是聊天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，就让大家变得很热络，然后很有人情味。嗯，在凤林镇办了这个百鬼文化宴，然后就是男女老少都有出来游行这样子，然后我还有看到那个一些100岁的老人家。